睡觉了，张安安自己在这玩呢。现在张安安白天怎么也不睡觉，这都两点半了也不睡觉。来睡觉吧，张世阳，你睡觉不睡觉？悠悠喜欢玩这个粘土，就那个橡皮泥，也不是这啥蹭土。然后安安喜欢看书，这俩孩子的这个兴趣点都不一样。好开心呀，从中国发过来的包裹又到了。这个货的时候就感觉像拆盲盒一样，我妈跟我说就让我不要拿到屋里去拆了，因为我们家的蚂蚁可能就是从那个包裹里边带过去的。看看这次到了什么东西啊，啊，这是我买了一个急救的一个应援包，就怕要是有那个啥什么各种各样的，比如地震啥的哈。呀，从中国给他们买的小狗狗到了，这小狗，这俩孩子不是喜欢小狗吗？从中国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，看，两个，可爱不？都挤成这样了，啥玩意儿？啊，买了一个这种的除螨的。就是那个被子上拿里的除螨的，哎呀，这次怎么那个没到呢？我从中国买了一个天幕，天幕还没到，就是那个充气的那个沙发，这次我们出去玩可以带着走。是那除螨的，哎呦，一人买了个棒棒，特别喜欢棒棒，我拿过来，杨洋就说棒棒。小雅，朱小雅，小雅呢？朱小雅，一溜啊，一溜开。摇了着，摇了，摇了开线呢，摇了开，摇了呢，就摇了开摇了，他们呢，他们呢，他们呢，
巴黎，嗯、啊。张旭啊，妈妈在你家，嗯，妈妈在家。哎呀，不想给孩子看电视。哎呀，快！现在一路看还没有妈妈阿婆的，妈妈阿婆。妈妈可家，还有晒的。呀，他的爸睡觉了。秀呀，现在录个啥子啊？阿妈啥子啊？天天看人的妈妈。哦，天天看人妈妈，可喜欢了，得买个这样小狗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小狗，小狗还会。翻跟头，又给哥哥一个，两个人一人一个哈。这俩孩子可喜欢小狗了。张叔，你看你晒的，黢黑黢黑的。今天出去玩，安安睡觉了，然后爸爸带着悠悠去水上乐园玩了一会儿，就我们家旁边那个，玩了有一个小时吧。今天人不多，可能今天因为是星期五的原因吧。今天那个安安又有先睡觉了，然后安安睡到两点多吧，快醒的时候，然后安安睡觉了。这俩孩子这两天睡觉的时间不一样，而且你下面弄的什么吃那个啥吃的哈？啊，妈妈，你可能外面妈妈还跑。妈妈跑，妈妈擦木渣，给妈妈吃这个呢，秀雅，嗯，对的，妈妈木渣，你吃的这个给妈妈吃呢，啊，喵喵，可以叫喵喵，妈妈喂啊，喵喵，喵喵，啊，喵喵，汪汪，你的娃喵喵。他以为这是真的小狗了。嗯，安家喵喵，安家小喵喵，妈妈呀。妈妈，哥爸哥。谢谢妈妈按摩膏。啊，哎呀，妈妈不吃你都吃了。现在搁哪呢？现在搁这儿呢。现在他有点好像是不太喜欢这小黑狗。现在呢，给你打开呀、啊。好像不太喜欢让小狗走。嗯，对的。妈妈。嗯，妈妈。妈妈喂，妈妈喂。妈妈干啥？妈妈不能动他呀，他这正在跑呢。出去一趟就晒得黢黑黢黑的。你看哥哥的小狗也动了。喂，妈妈阿跑，为什么？妈妈，喂，妈妈，有个小喂，你不想让你的妈妈走啊？妈妈，你不想让你的妈妈走啊？妈妈，抱着小狗，让小狗去睡觉去了。妈妈擦擦。
需要妈妈查一下姐，查一下妈妈。嗯，过来，妈妈可以说查过，洗好了开始努力干。嗯，现在你跟妈妈都查一下姐。嗯，珊珊，你的妈妈是不是也得睡觉了？你让妈妈睡觉去吧。查查，嗯，妈妈查查，查查查查，妈妈查查。好了，妈妈在那睡觉吧，你俩过来吃桃。看阿姨给弄的桃，这是，桃都是削成小块小块的，让他俩吃。啊，一个查理斯，妈妈查呢，妈妈辛苦了，妈妈很累呀，你把妈妈放那睡觉吧，让她睡觉，妈妈。啊，白娇娇。嗯。妈妈，娇娇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俩让妈妈睡觉吧啊。